是那个未来那个世界，为什么你的身边我的身边不是同一边，有几次想说你放在坚持誓言，只是我望着海面但就永远模糊了视线，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转，这个啊，就不用出去骑脚踏车，人会心流汗的，真的跟很好玩，非常好玩，对，那个跟真的在骑车一样，它的坡度，然后还有它的那个重量，都是跟真的骑车一样。啊，你如果有荧幕的话，我觉得现在有唯一的差别就是插风声，没有风声，所以我要准备一个电风扇在前面。